今天怎么那么热？哦，鲨鱼太多了。今天为什么鲨鱼来这么多？波海一排。哎呦，你的波纹有跟您报备吗？你们要去问他，怎么会问我的？他写谁写的谁负责？那你要他出来吗？应该会吧。他应该，你们没有找到他吗？他说以你的回应为主。我们台北市政府本来基本上他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哦。从深蓝到深绿的都有，他是一个蛮多元的团队的。他事先是有跟我讲的，坦白讲，那篇文章我都还没看，到底写什么？会不会担心被解读是您准备要可能会影响国民党的初选结果？不会啦，通常我们都是被带风向的，我们也没有去带什么风向。李进说有韩不同，这个是你的想法？有韩不同，我想啦，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啦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多元的。你的想法呢？我还没有想法，等我自己想要选，我再开始有想法还来得及。他们哦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，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回动。我跟你讲，我